There was a farmer had a dog and Bingo was his name O C P T P P C P T P P C P T P P and C P T P P 哈哈！大家好，我们来讲这个中国呀，现在要申请加入这个 CPTPP 这个事情啊。 啊，um, 其实这个消息呢，几天以前澳大利亚媒体就有爆出来了啊。就当时，呃，那个报道里面通篇的就是这样一个情绪：你他妈要脸吗你？你 <laughs> 就是几天以前呢，中国的大使馆就已经向澳大利亚的商务部啊，我忘了商务部还是什么了，议会吧，好像是议会，sorry，议会提交了一个要申请加入这个 CPTPP 的这样一个呃文件吧，报告或者什么说，呃，因为中国。 这两年来嘛，对于澳大利亚各种蛮横无理的贸易制裁啊，当然在中国国内他们宣传是因为澳大利亚咎由自取嘛。但是呢，除了中共以外，所有的人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事情中共是在找茬。这个事情好几个案子，包括红酒的，包括啊大麦的，都在这个 WTO 正在进入这个呃这个这种仲裁的环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突然跑过来跟澳大利亚说，你就让我加入你们这个 CPTPP 吧。 世人都会觉得你这也太不要脸了，但是对于中共来讲啊，我个人一直认为这样子的，中共呢，从这个共产主义里面他学到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精髓就是极端的理性主义啊，就是为了达成我们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啊，所以这点脸对他来说不算什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中共这个时候啊，基而且。 最关键的这个点呢，在于这个澳大利亚跟中英国跟美国宣布成立这个 a u c u s 就是这个三国的军事同盟嘛。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点上突然提交，因为我前面讲了几天以前呢，中国驻澳大使就已经提交了这个报告了啊，所以不是冲着这个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这个三国同盟事情嘛，所以的确不是冲着这个三国同盟来的。那为什么他要？ 呃，提交这个东西呢，首先 CPTPP 是美国原来的 TPP 嘛，后来川普退出了啊，然后剩下的大大家几个以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为首的几个国家呢，就大家啊，包括东盟啊，大家还继续把这个 CPTPP 能够推下去。那么这里面主导的主要就是日本、澳洲啊，但其实呢，只要有但凡有新的国家想要加入进来，所有的成员国必须要同意，每一个人都有一票的否决权嘛。 所以呢，中共不管说现在跟呃日本啊、跟澳大利亚、跟加拿大关系有多差啊，他都必须要提交这个，要让这个国家同意才可以进来。而且呢，这个 C P T P P 呢，它本来的设计呢，就是为了让那些法治比较健全的、自由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呢，大家形成一个俱乐部嘛，是吧？那这个时候，中共你要想挤进来，是吧？那你相当于这个俱乐部就名存实亡了嘛。呃，但是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还要这么做呢？ 第一个呢，我个人觉得啊，他其实是一个，他其实并不一定就想我肯定能够接受进来。如果说你们脑子烧坏了，啊，把我接受进来最好。但是他一旦提交申请了，他认为呢，就是在对你们进行一个很好的分化。这个分化是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呢是国与国之间的分化啊，我们知道这个虽然说。 CPTPP 国家呢，大家都是比较呃这个制度上啊价值观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对于中共的态度呢，分别是不一样的啊。这里面几大块，呃，加拿大那对于中共态度，新西兰啊，澳大利亚跟中共当然是澳大利亚跟日本跟中共态度呢，基本上就是双方已经呃差不多就快要摊牌了啊。呃，然后还有其他的东盟国家，东盟呢，他是希望在里面骑墙的啊，两边都不得罪的是吧？呃，这个大家的态度是各不一样的啊。这个时候我突然神横插一杠。 进来，呃，必然会让你们内部呢产生分化。那么，就算比如说啊啊，澳大利亚说不行，那中共这个德行，那进来不是搅屎吗？哎，但是其他国家说，哎呦，我们特别愿意啊，我们非常愿意啊，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是吧？我们非常愿意啊。你澳大利亚就你一个国家不同意，你要干什么啊？啊，这样子达到了这个分化的目的。其次呢，对于每个国家内部，它也有达成一个分化的目的。比如说对于澳大利亚，对吧？ 因为民主国家内部本来就是对于这个国家的走向啊，对于这个取舍啊是有不同意见的嘛。那么澳大利亚最近呢，尤其是在左派的工党的这个，不管是元老啊，还是现任的这个政府呃，现任的这个工党的成员里面呢，都有这个呼声啊，说我们要跟中共啊要去服软啊，或者说是呃弹性一点啊怎样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如果政府啊出于就是很明显的原因嘛，因为中共你要加入进来，你实在是呃离这个差的太远了嘛。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个跟中共博弈呢？对吧？你为什么哎不利用这个机会跟中共把这个啊，中共不是对你进行贸易制裁吗？那那你就跟他或者来明的或者来暗的啊，大家把这个关系缓和下来，把这个贸易的事情给他弄过去了，哎，那不就好了吗？哪怕做一笔交换也没有问题嘛，对吧？但是呢。 呃，我们就根据这个三国的军事同盟也好啊，或者是澳大利亚国内的对于中共的现在实际的认识的哪个层面了啊？我们根据这个来看呢，你现在呢？ 你是选择了这个长痛啊，就是我算了啊，中共你只要对我放开这个贸易制裁什么东西的啊，那我们就既往不咎了，是吧 <laughs>？那实际上你就选择了长痛，而不是短痛啊，因为啊，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啊，一旦你放中共进入这样一个呃原本是比较健康的良性运行的这样一个机构也好，这样一个组织也好呢，它就一定会把它。 呃，越染越黑，越染越黑啊！这个例子已经太多了，不用我再举了。W H O 啊，W T O 啊，呃，界世界奥委会啊等等这样子啊，这个就不用再举了。鲁迅嘛，在很早的时候就讲过了，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大染缸嘛，是吗？甭管什么东西好东西呢，立刻都染黑了啊！中共就是一个最高效的大染缸，哈哈，所以。 呃，如果说澳洲选择了在这个情况下呢，啊，跟跟中共做交易，那说我放你进来啊，你给我把这个撤销了，你相当于就是什么？你其实并没有从中共那儿得到任何的东西，你不觉得吗？哈哈，中共只是没没来头的，对于澳大利亚啊泄愤了啊，然后你只要你又换取他说啊，你不要再对我泄泄愤了，我就让你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中共来说就是空手套白狼呀，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因为事实上呢，我就凭空创造了一个筹码啊，就是我我对你澳大利亚这个我不爽是吧？不爽你，我贸易制裁你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啊，我凭空创造一个筹码呢，可以用来换取我进入这个 C P T P P 啊，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战略上的利益嘛，对吧？所以就两个字啊，分化啊。另外呢，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中共啊，他在这个。 对外扩张也好，或者对外渗透也好，它的思路啊，跟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啊。美国呢，英国啊，像这个这次组织组织个三国同盟呢，说白了就是为了要呃表明一个在国家安全上的态度，它是以国家安全去带动贸易的。 这是不一样的，而中共呢是习惯呢是以贸易、经贸来带动这个渗透的啊，意识形态啊，或者说他中共认为的国家安全就是党的安全的，所以这两个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呃，而且他往往是打着这个经贸合作这个幌子嘛，或者是打着这个啊我这个市场好大呀，你要不要我这个市场啊？以这个幌子呢来进行一个渗透的。所以呢，在不要脸的前提下啊，哈哈哈，经贸始终是他一个优先考虑的一个方式。另外还有几点。 呃，其他的目的啊，第一个呢，台湾现在正在研究加入这个 T P P 嘛，但是动作呢就没有中共那么快啊。中共从今年一月份表达有兴趣，在那个拜登这个选举这个结果已经确定了以后呢，他一月份表达有兴趣，到现在就不过区区半年左右的时间啊，就已经正式提交了这样一个申请了。 而台湾呢，依然在做这个加入这个 C P T P 的准备工作。除此以外，英国也表示呢，有意呢要加入进来。所以，对中共来讲，在这个地方抢占一个先机是很重要的。 就算啊，我不能先于台湾啊，好像换句话说，对，如果中共先于台湾加入了啊，那肯定就没有台湾的份儿了嘛，是吧？那就算呢，我不能先于台湾加入，我也能够让你们这个成员国内部嘛产生一个分化。还是那句话啊，大家要掂量啊，哎呀，我是要台湾呢，还是要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呢，是吧？同样是让大家产生一个掂量。包括呢，呃，英国现在也表示有兴趣了，而英国如果一旦加入进来啊。 英国加入了以后呢，会促成美国的重新加入。那这个时候呢，中共来横插一杠子呢，可以让现在这个成员国呢，在思考这个未来这个走向啊，这个 T P P 的协议的走向的情况下呢，多增加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啊，就是中国这个考量因素。其实呢，还有一点啊，这个要说回到我们澳大利亚了啊，我觉得呢，中共已经认识到了跟澳大利亚打这个贸易战啊，或者说对澳大利亚进行这个贸易制裁，单方面的贸易战其实是不划算的。 呃，在上个月，澳大利亚这个商务部长嘛，当时就已经出了份报告了，就是所有中共制裁的所有的这些煤炭啊、红酒啊这些东西呢，最终都顺利的，而且很快的就找到了替代市场。当然，这个价格上啊，因为中国的这个需求大嘛，啊需求在嘛，和它会导致对价格有个哄抬的作用嘛。那么，虽然我找到了这个替代市场，价格上呢，肯定。 比中国进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要低一点，但是低不了很多。我印象里大概就低百分之十左右，就销售额呢就差了百分之十左右。所以呢，中共这个两年多的贸易制裁没有造成什么呃，对于澳大利亚的产业经济呢造成什么严重的影响，反而促进了澳大利亚之前一直想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出口更加多元化，不要只依赖一个单一市场。 所以这点上，其实中共本来想拿澳大利亚杀鸡儆猴嘛，做一个反面教材嘛，但是没想到就是他做了一个正面教材，而且随着时间不断的推进啊，这个正面教材的这个这这个这个意义会越来越大。所以呢，中共我觉得现在如果说它里面的确有人是有个清醒的认识的话呢，他会觉得啊，现在是一个及时止损的时候。 我找一个台阶，让大家都能够下啊，然然后呢，及时止损，避免澳大利亚啊，他已经现在在军事上或者地缘政治上呢，成为了中共的一个确定的对手了。那么，避免在澳大利亚呢，在经贸方面也成为中共一个确定的对手。 啊，那个澳大利亚商务部长嘛，前两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讲了嘛，说中共现在你这个情况，你在过去这两年做了很多事情，你哪一条符合这个 C P T P P 的要求了？都不符合是吧？你要想啊，你要谈嘛是吧？你要说我们谈嘛，你最起码第一点基本的，你要恢复正常的这个澳大利亚部门跟部门之间的正常交流。 过去这两年多时间里面，往往都是澳大利亚商务部门发个函过去啊，那边要么不回，中共的商务部门不回啊，或者就说我们很忙啊，就是怎么样子，就是你至少这个基本的要先建立起来，后面怎么样，我们按规矩来，我们该谈就谈嘛，是吧？如果说你跟这个 CPTPP 的主要的成员国澳大利亚之间都没有这种基本的双边交流的机制的话啊，能够确保这个双边交流的这个机制畅通的话，你怎么你离那个 CPTPP 的这个加入的条件不差的十万八千里嘛？ 好，我们呃再来讲一下最近啊，顺便讲一下最近的一两周里面，中共呢有还有其他的很多不要脸的行为 <laughs>。那第一个就是呃，可能都知道，两天以前呢，英国的议会啊明确禁止了中共的这个驻英国的大使，而且是新大使。之前那个丝袜控刘晓明大使不是回国了嘛，是吧？啊，现在这个新大使呢被禁止进入，本来他要进英英国议会去演讲的，结果就在。 前一天被禁止进入议会了啊！起因是因为呃，中国方面对于英国的几个议员呢发起了一个制裁啊。然后英国议会呢，哟，小样儿的，我靠，你还准备来讲话、啊，先对我的议员发起制裁，你当我是什么地方啊？呃，啪一下子啊，就给上下议院啊、上下两院啊，这个议长同时同意啊，说把这个中国大使排除在外啊。这个我觉得是狠狠的扇了一个大嘴巴，啊所以英国这次。 呃，跟美国、澳大利亚组建这样一个同盟啊，看来也是憋了一大子火，呃，一肚子的火啊。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在两天以前啊，印尼啊，中国驻印尼大使呢被印尼的外交部召见啊，就是要求他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勘探船在印尼的相关海域出现啊，如入无人之境。 啊，这个事儿知道的人不多啊，但是有这个新闻消息啊，呃，这个呃，让我们想到前两天我们在谈这个澳大利亚为什么要引进核潜艇的时候嘛，我们也讲到了中国要加强自己的反潜的作战能力，尤其在南海一带反潜作战能力。其实中国呢，在南海一带，呃，现在在疯狂的勘探，其实在之前呢，就已经发现了在印尼海域就已经捞起来了，就是中国的一个像无人机一样的在水下那个遥控的这个像无人艇嘛，啊，这个东西啊，结果被印尼方面捞起来了啊。 那个地方距离澳大利亚其实已经很近了，所以这个也能体现出来，中共呢在对于这个周边国地区，尤其是在南海啊这些热点地区呢，它或许出于反潜的这个需要啊，或者是出于什么需要呢？这个各种情报搜集的这个密度啊是越来越大了。那还有呢，就是这个驻美国的新任的驻美国大使秦刚嘛啊，就在之前我们节目做过的一期，他在那个会上呃刷屏发言啊，说这个中共啊中我们有原子弹这个核武器能力啊，就在那个会上呢。 据说他在就是没有记录在案的这个问答环节，在回答美国的一个乔治亚大学的一个学者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直接说了啊，如果说你们对于中国有什么意见的话，please shut up，请你们闭嘴啊！我怎么感觉秦刚跟我们这个搞油管的说书人是一个风格呀？想说啥也说啥啊！一个驻外大使，先不要说是一个大国驻另外一个大国的大使了啊。 我们就说是一个普通的，随便一个国家的驻外大使都没有人能说出来 “please shut up” 这样的话，哪怕是一个超级大国驻一个小国的大使，对吧？你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你也不能这么说出来呀，而且用英语嘛。就算是以前苏联最鼎盛的时期，也没有苏联驻美国大使在美国有公开发言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啊，那或许赫鲁晓夫或许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苏联驻美国大使是不可能说这样的话的。 我们讲外交，外交啊，说外交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这个是话是没错的。但是你在外交场合说 “please shut up”，你这不就是硝烟吗？对吧？这跟硝烟有什么区别？呃，所以，我我觉得这个这个，当然了，这个还是那句话啊，这跟中国的最近的中共最近两年的这个战狼外交的指导方针啊，一把手定的这个指导方针呢，哎，是有密切关系的。上有所好，下必甚也。 啊，秦刚这个事情呢，没有做任何的澄清。那我相信以后类似这样的言行、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的越来越多。在美国，会发生，在澳大利亚肯定也会发生啊！呃，大家等着瞧吧！啊啊，好，那就这样啊，我们再来一下 C d T P P C P T P P C P T P P C P C P P 哟，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下期再见。